严淑明和李健达近日推出全新合唱歌，这天他们一起举行发布会宣传。Mandy 的好朋友陈敏芝也有到场支持，还分享了他们之间的渊源。其实我们认识了已经超过十年，还有另外一个缘分，就是他跟我的儿子就是特别的好，就是他们两个的感情很深厚。我的儿子特别喜欢这个意义，就是一看到他就疯狂的跑起来，就是抱着他。现在就是我觉得最开心就是有时候我工作，我就把儿子交给 Mandy， 我很放心，因为他就是很紧张，就是前几天他带他去玩，然后我要工作，然后我的儿子说啊，我很想去溜溜啊，就是去洗手间，然后他就哇很担心，怎么办？他很紧张，告诉我，我说哈，你看当妈妈是不容易了。见到好朋友出新歌。当年歌手出身的敏芝就说自己也有点寄养，还说已经在筹备新歌了。本身出身都是一个歌手，就是音乐永远在我心里面都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就是很喜欢音乐，音乐可以把你那个生命丰富很多。其实我现在就是计划了出了一个复音的歌曲希望可以顺利。李健达和 Mandy 相识20多年，这次有机会再推出新歌，李健达就说吃了餐饭就好像被迷晕了，所以就答应了。好像你在你的晚餐你下了一点点的东西，让我有一点都搞不清楚。好了，其实是我邀请他来我家吃饭，然后吃饭的时候我就直接问他，因为我们毕竟都认识了20几年了，而且他以前有帮我监制过广东歌，所以我就直接问他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合唱，因为我觉得见证一下我们的友谊。没想到这个事情就这样搞定了。是因为他布这个剧好厉害。